将突袭回归的 IU 和防弹 Sugar 的合作曲将在6号晚上发行。虽然距离音源发表只剩没几天，但粉丝可是都快等不及啦。而歌曲的主人 IU 日前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替自己宣传新歌之外，还以可爱的撒娇口吻表示我已经听过歌了哦，让粉丝都笑说完全可以想象到直人打字时的小表情。而另一边的防弹队友们可就没那么含蓄啦，大哥竟在观看与粉丝互动时先是咳咳咳的笑，再淘气的炫耀一波人家已经听过歌喽。而就在二日 RM 与 Suga 的直播中也稍稍透露了这次的新歌。아지금 IU 님과의콜라보기대중이라는거봤어요네나오죠좀얘기좀해주세요간략하게많이얘기할수있어뭐곧아니에요곧곧이죠그죠전들었어요여러분完全就是炫耀口气，让粉丝好气又好笑，愤愤不平表示我们再过几天也就都能听得到了啦。